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17集。今天给大家做传承系列的核心级的玩具 Shockwave 震波。然后呢，玩具是飞船的形态，上方还有一个像是雷达、扩音喇叭的东西。那我是这今天的话呢，放假，到百货公司去走走啊，然后绕到一个玩具店去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已经有新品上。那就把它给带了回来，然后这一波推出了三个核心级的玩具，除了这款震波之外，还有一个 G2 配色的 Megatron 啊，绿色的，还有一个是 OP 啊，那两款的话呢，因为模具都已经有了，所以暂时就不买，然后我就只带了这一款震波回来。那玩具的话呢，它的颜色呢非常非常的深，这个应该叫什么颜色？电色嘛，红橙黄绿蓝靛紫的那个靛，是不是啊？啊，总而言之呢，它跟先前的这个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的这个震波的紫色，可以说是相当大的不同啊。那两者的大小尺寸几乎是完全一样。如果你硬要我选一款来买的话呢，其实我会比较推荐买这个了啊。首先就人形来看，至少它后面是整个是完整的。然后传承系列的这一款，后方完全不意外的是一个空洞，而且这个空洞呢，蛮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于它的一个后方站立性呢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的啊，那个站立的时候呢，如果你站得太稳的话，它会往后掉，那你必须要稍微叉开一点。而且这一款的一个膝盖是球形关节，非常的松啊，这一脚的话已经非常的没有支撑力度了。那旋转起来的话呢，变形的时候都是需要用的，导致于它的一个松弛度会特别的快。手的这个地方呢倒是还蛮偏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细节，顺便看看可动啊，头是一个左右可以转动的。背包也算漂亮啊，两个这个喷像是飞行背包的一个装置，然后可动的话，腰身无法动，手臂平转，二头肌的话呢是没有得转，它是用一个这个球冠取代了肘部跟二头肌的转动啊，两手的话呢一样啊，是一个是炮的一个造型，那这个比较容易掉下来，是因为它的一个握柄啊非常的短啊，只有这么一点点，然后是一个扩音喇叭，涂装倒是还不赖，它这个红有一点哑光的感觉。背后的银漆算得上是漂亮，就是核心级这种小比例的玩具来说，这个涂装算是可以了啊。那还是把它给拿在手上吧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何这个震波有这个怎么感觉像音波的一个武器，脚的一个设计就比较一般啊，就是大腿跟小腿真的是两块部件而已，大腿一块，然后这个小腿一块啊，中间还有一块了啊，这个是变成飞船的时候出现在前方的一个装置，然后玩具本身呢，就小比例玩具，我也就不特别去要求太多，而且毕竟是一个比较有人气的一个人物啊，迟早你会买啊，迟早你还是要买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往前，那在这先翻到这里啊，我们把这个胳膊呢往上翻，翻上去之后啊，就转上去。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把这里有四个凸啊，1、2、3次，这四个凸要朝上，这里就有四个洞啊，四个凸，对，四个洞啊，这是一个就，然后这里推过去的时候呢，顺势的呢，必须是把这块部件啊，就是会顺势的把它给推上来，这样一来的话，这四个凸跟凹才能够顺利的去结合上，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个地方推上来之后呢，它的头啊就会刚好给缩进去。以及呢，这一块的话呢，正常来说是要斜45度，啊，作为它等一下的一个支架。然后这个脚的话呢，直接翻转这个球冠过来。那这里结合的时候呢，请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凸啊，在这儿对面有个洞。以及呢，这个部件本来是这样，把它推出来之后啊，这里会有一个滑槽。这个滑槽呢，就是要去卡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凹槽，就两个滑槽互相去做一个结合。在这边，各位就是注意一下，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卡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卡进去，然后呢，两边这里才合起来。那这个凸啊，我觉得比较细小一点，变成载具的时候扣上去没关系，你打开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小恐怖啊，建议各位用工具慢慢把它撬开啊，直接拉开的话呢，我总觉得好像会有一点好像会断掉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刚刚已经有把这个部件斜45度放下来，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平放在桌上。如果你没有推这一块部件的话呢，直接让它在后方的话呢，它这个飞船就会很晃动。那就把它给往斜下推一个45度角，至少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支撑。
然后他的武器跟他的一个组合方式就是上方有个秃个脑把它扣上去就行了。我觉得我还能接受啊，就姑且当成它是一个巡洋舰啊，或者侦察舰啊，是需要一个雷达去侦测到敌方的。那我们可以靠近看一下，这是一个塔台啊，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蛮大型的军舰。然后这是原本在膝盖内部的那个分舰，这个时候会跑到前方来，那是因为没有涂装的关系，所以也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有没有发射这个主炮的一个功能了。那涂装是比较少了，基本上只有银漆的点缀而已了，那这个红色以外就什么都没了。那这个大家应该也很好奇，它到底能不能推到90度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把它推到90度，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变成是一把枪啊、毕竟Shark Way 的话呢还是以这个变成枪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啊。那我们随便拿一个 L 级的玩具呢把它给拿出来，就稍微做一个握持啊，这样一来就是一样可以有一个拿在手上变成武器的一个样子，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但是因为现在吧可能一些玩具的规范什么比较多，变成手枪啊枪械类的武器可能管制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我更喜欢变成军舰了，因为我还是觉得变成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对吧，那么大机器人变成一把小的手枪是蛮奇怪的。那这款震波的话呢就给各位呢进行到这边啊。那如果说小比例的玩具呢你真的只能买一个的话呢，我自己会比较推荐你买这一款啊，我觉得这款变成坦克的比较有趣，细节各方面的表现也比较均衡一点点。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